今天怎么没有亮的？要拿来这里转。战斗开始。哎，没有亮哎。它战斗开始。又没有亮哎。哎，看你看看会亮。我试一次看看。战斗开始。哇，你怎么给我抓住了？是这样才会转。哇！哦，你犯规！你拿那个来，拿那个放在里面就不会乱跑了。哇！啊，你怎么又犯规？你在那里转转转，目标就在前方。这是我的香肠嘴，哈哈，这是我的嘴巴。我打箭，一翼攻击。等一下会不会破掉啊？啊，用这个打会不会破掉？会啊。啊。那如果破掉就没有得玩了。还是看我在这里去掉吧。哦，你看，啊，咦，它好像船哦，怎么会摇？救命啊！可以这样呢、欸，所以还是要用电风扇才可以有办法充气呀。不然在户外要遇到很强很强的风才可以。你也一起来这里做我的这个超级香肠炮，它是钢铁人炮。哦。你还坐下去？我要坐下去。是钢铁炮。哦。开船了，哦！我需要一点东西。要什么东西？玩具不可以拿到这里面来哦，怕去勾到会破掉哦，它会砰爆炸。爆炸。哦，真是太好舒服了。刚才说太舒服了。啦啦啦。太好玩了！耶！飞飞飞，依依就在前方。你在做什么？我零分，160分，我80分。你要玩吗？你要玩吗？你要丢上？10分，我丢到10分，哇，你也丢10分。我跟你一样。你有丢到正中间吗？200分那一个吗？没有分。你看我粘到了，粘到了。嗯，你粘到200分了吗？我粘到这个了。哦，那个是200分。
跑去哪里了？电灯都打开了啊。你丢的啊，你要找啊。你丢去哪里了？有在箱子里吗？找不到。找不到就不要玩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找不到啊。上去了。